跑出去嘛，跑出去给他拿回来的时候，爸爸都是拉我一身都吓出来了，那小五把后面抓着急的，哎，小如鼠，哇，有点意思，好可爱呀，心里把孩子吓坏了，他还在看这个熊，他其实还是想要这个熊，就是胆子小，后面太凶了，萌宠，后面那你看小欣欣那个眼神，小欣欣很急的呀，恨不得过来替他把这个熊给拿走。再凶，生性多疑，又想下来，但是又不敢，吓得，这个他怕你，他不是怕我，他怕那个陌生环境，他胆子很小的，有亲人的那个，有是有那，我还习惯了，老虎是三岁半成年。又想玩，又不想，又害怕。但是果果飞奔出来，对，要是果果，我也不敢这样给他开门。那果果我弄不住，后面的那些不能放出来啊。后面那些看这样可乖，看马奇朵多乖，那个小爪爪在这边。走之后，你看胆子小的，立马把这个熊拿回家。他不敢出来，他就立马把熊拿回家玩。你看在家之后，马奇朵是两个多月。老虎的话是一胎是二到五只，老虎刚出生下来就是没有睁开眼睛，10天之后才能把眼睛睁开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，翻跟头，你看马奇朵着急的在里面，马奇朵想要回他的玩具呀，手都伸过来了，想拿走他的玩具。看马奇朵可着急，一到看马奇朵特别着急，马奇朵手都伸过来了，马奇朵说我的玩具，你看他在摸六饼的屁股，他在扒拉六饼屁股，彻底疯狂。朵朵在这边呀，对，东北火，还给我，对，马奇朵一直让他还给他，看马奇朵那哀怨的小眼神，马奇朵又开始给他要，又给他要，六饼不给。马奇朵比我都着急，一直在扒拉他屁股，